索尼的 F1.85mm 1.8 的镜头呢，其实它的体积已经算是非常 compact， 相较于其他厂牌体积相当合理，它口径啊以及它对焦表现起来都相当令人满意，画质上呢也没有明显的缺陷，但唯一比较不好用的地方就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真的是有点远，它最近对焦距离到80公分哦。一般而言搭配正常的机身指的是像 A7 Mark 3 Mark 4之类的，或者是 S3 啊，都非常的 balance， 非常好持握，整体重心相当均匀，而且又不会过重，如果是使用在 A7C 上面，明显的就会比较偏镜头一点点。